11月15号，昨天弄这个水泵弄到凌晨1点了，但是还没弄完，因为人家卖家说可能是水泵的那个水压开关啊什么坏了，然后又重新发了一个，所以还得等快递，至少要等五六天六七天吧，从福建发过来，然后现在的车里东西我已经清空了，车里现在没法住人了，然后昨天晚上也是住在小院里的，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帮九妹安装行车充电，她那个车需要安装一个行车充电，我的车暂时就这样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，然后全搬到屋里去了。我的心情特别特别不好，然后什么都没有心情干了，也不想拍片子，也不想剪片子了，因为车里用什么东西都不方便。哎呀，看看东西在这儿一堆，还有我的液化气罐呀、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，这是换下来的水泵，嗯，然后我的调料也都拿过来了，这是两个柜子。在这儿呢，洗漱用品，然后我自己的，我的天呀，可别让他在这儿了，想想你看看他给我弄的这多脏啊。那咱说了不算呢。啊，你看看，想想。那狗往上跳，你把你睡袋捡起来。本来睡袋就已经用了3年了，就挺脏的了，这东西特别不好洗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更好的方法能洗睡袋。哎呀，已经很脏很脏很脏了，我自己看着都恶心了。这就是九妹的行车充电。飞天，干嘛呢？他知道我们要走了，他现在想在门口等着一起走，可惜就不带你去。今天开九妹的车进城去给他弄那个行车充电，我们找了一个暖库。找一个暖库，没有暖库在外面不好干这个活儿，因为这好多都是线路问题，线一动就硬了，硬了之后弄不好就断了，所以还是进暖库吧。快点，太重了。哎呀，50斤。哎，这个二哥的药，就这个4度电，这得多重啊？不是得60斤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试试吧。别闪了腰。哎呦我的，这表情太夸张了吧，哥？确实挺沉的啊，确实挺沉。哎呀，我把这芭比克啊，什么芭比克？又怎么了？副驾的门打不开。你这一天到晚的，你行不行啊？那不是我行不行？你刚才不是说打开了吗？打的是。可以打开，那现在这个不是打开了吗？那就副驾的门打不开，其他的都能。那就从主驾过去呗，这不是问题。跟这几个女人绝对过两天得给我玩玩死。不包括我在内吧，我是不是属于男人行列的？前天没给你弄柴暖吗？是不是？你看这算账算得太明白。那当然了，今天没给你洗衣服吗？昨天没给你搬柜子吗？咱俩所以是平等的啊！我是不是男人？是是是，蒋姐非常棒棒，蒋姐也帮我干了不少。实话实说，副驾驶的门已经冻住了，现在只能从主驾驶钻过去了。今天早上起来，这个4个门子加上后备箱5个门子，5个门子冻住了4个，只有这一个能开门。下午出太阳好了点儿。其他的门子都开开了，现在就差副驾驶。出发了啊！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暖库啊，大暖库里边有3辆车，准备干活。大工跟小工的区别就是什么呀？大工必须要2个美女陪伴，啊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地位的象征。第一件事，先看看怎么走线，怎么走到副驾驶。看，还得自带灯，这事儿弄的。哎，今天没有充多少电。刚刚研究了一下，他这个车呀，
没有口能直接把线穿到副驾驶去，所以就得打个孔，打个孔吧，但是咱也不确定那个位置行不行，一会儿等九妹上厕所来的时候跟她商量一下，看看她这个副驾驶这边铺的那个地胶，然后这卡子还卡着，然后也看不见这个里边的是啥结构，要是把这地胶打开吧，这边都全都得起开啊，超级麻烦。哎呀，然后这边也是，主驾驶这边有一个小圆口，感觉像是预留什么东西的，感觉这儿应该可以打孔，但是我也不能100%的确定。总之没有多余的口能塞进去，别说一根粗线了，连根头发都塞不进去的那种。九妹啊，你这个，你看啊，咱们现在啊是这样，但没有找到孔，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可以打孔的地儿，但是呢我又不能确定，你看咱们是堵一下呢还是怎么着？那副驾那边说不打副驾那边吗？副驾那边你看看更没有地儿，你就只能这边打一下，然后把线甩到副驾驶那边去就行了。那不是碍事了吗？我觉得那不碍事，贴着上面搭过去，贴着墙走，你现在能穿过去再说吧。你不碍事，走墙根里去。那个副驾的那个箱下面不可以啊？你看看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因为你这还贴着地胶，然后地胶还特别那个，你要把地胶起了之后，那整个边上那些塑料框子都得起开，然后咱也不知道，回头也得，我估计也得打孔。然后咱们现在等于说咱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方案，第一个咱们试一下打这个孔，第二个做保养的时候找个师傅看一看，就脚刹那块你趴在底下看，你趴底下那一圆窟窿，你看你拿过去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你能看到吗？圆的那个，圆的那个中间那个吗？对，那圆的那块铁片，嗯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它这边啊就是对应的是哪儿，你知道吧？对应的是哪儿，就是它的风险就是怕一会儿打孔的时候，比如说打到什么线啊或者什么管儿，就从这个边上这些，你要这些进去不行吗？哪儿啊？就从这里搭，从这里过去，然后走这个侧边，这边不行吗？你觉得能走进去吗？你看看，从这里打，从这儿打怎么下？怎么打呀？就从那个上面挡风玻璃上的内侧呢，这里搭到那边去。你说从哪儿打？你说，这个就能打吧？这么打是吧？你怎么打？打不进去啊！啊，你怎么打？那像这一块呢？这块打过去以后，是不是这个里面呢？不好说呀，这个我也不好说，我估计不是，我估计就是那个地儿还凑合的，看了看就那个地儿能打，最后决定了我们还是去找一个修车的地方，然后把它这个让师傅看一眼确定一下，正好做一下这个机油，换一下防冻的，还有齿轮油啊刹车油什么的都得换，九妹的车没换呢。现在来到修理厂，然后给九妹这车做个保养啊。暖库出租多少钱？你们车啊？啊，你们车就便宜50，昨晚他们租是80。啊，50一天是吗？一宿。对，白天我就得干活。啊。九妹不用取地胎，九妹有技术。嗯。九妹。嗯。九妹加的这个机油挺好的啊，鲁花和金龙鱼，她给我选了鲁花，高档货。九妹别浪费啊，这油拿回去炒菜吃去，老香了。待会儿给你存起来呗，待会儿给你留起来，叫师傅盖上盖。我外面有事。还是没找着特别合适的地儿去打那个孔，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孔，然后准备先钻一个小孔试一试，看看位置合适不合适，如果合适的话再给它开大了，如果不合适的话，然后就是不合适就不合适了，不合适就留一小窟窿就行了。那个
的，从里面踹的。你哦，你那对，从这副驾驶门打不开，九妹让我踹一脚，视频为证啊，踹坏了跟我没关系，她让我踹的。别太那个用力啊，省着一点，怎么能会打不开？来，帮我拿一下。你省着一点啊。那那小锁是打开的，就把它给撬起来是打开的，你要把铜锁打开。你别搬别搬，你用脚踹下面银色的那个，不用搬，搬不动，所以我才叫你用脚踹嘛。你这都没有干点大点粉。你搬起来就是打开的，对，你用脚踹上。啊？对，给，你能看着你打，我真不敢打。它如果是动的话，也不会那么结实吧？我那个不是动的了，不是动。对，那这又是啥问题了？来，可以了吗？漏了吗？漏了，好像没通似的，感觉是吧？抬进来看一眼，可以了，确定了啊。然后再拿一个大的开孔线，再给它开一大口，基本就差不多。我靠！啊？钻头干断了。孔打完了，就在这个主驾驶这块，它这本身好像就有一个预留口似的。最后啊，实际确实证实了，没问题啊。剩下的活儿，看看明天再弄吧。然后因为它这个副驾驶的门儿打不开，估计。一会儿看看人家下班没下班，找一个修理厂把副驾驶的门给打开了。这一天一天的还挺忙的。买了一个煤气罐，五公斤的。这个根河这边没有这个五公斤的罐，漠河也没有，然后只有海拉尔有。在网上买的话，根本不快递过来，快递过来不了，因为属于那个空罐啊，它属于易燃易爆物品啊，属于那种。然后结果是从托了一个粉丝大哥从海拉尔买的，然后找了一辆车正好到根河带过来了，不容易。这是给祥姐的煤气罐，哎，看看火吧，看看火怎么样。看看火怎么样，这个天天的得惦记这个火，嘿。还行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没灭就还行。不妙啊，朋友们，这怎么开始报警了？煤气中毒啊呀，这啥意思啊？这是152 ppm。哎呀妈呀，祥姐害怕了，祥姐害怕了。没事儿，就是刚才咱们掏了好多灰，重新又填了一桶煤，可能这个气味有点大。The next morning， 哎呀，到了。啊？在那里面装的还是到外面装？那肯定在里边装啊，多冷啊外面。那你那门锁一下，我要把那门关上。采暖在哪儿呢？采暖还在李白那边。那不装采暖是吗？采暖要装，但是先把那个行车的那个充电器装了呗。你先装还不先装采暖？采暖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装在车里还是装在帐篷里。那今天咱们就装这个行车充电是吗？都要装，今天都要。那时间不够啊！现在都几点了？那。装材料的话，装在帐篷里面的话，是不是时间会快一点？你现在那是反正他借我的嘛，反正我就那就装在帐篷里呗。你装帐篷里，那你先试试电，你电不见得能带起来。今天咱们先把这个装上，装上之后呢，然后咱们再拿着电池去找柴暖去，然后再试试那个柴暖能不能带起来。如果带不起来的话，省得装了，你没法装啊，你带不起来啊。开始干活，先把这根线穿到软管里去。别在车里睡觉，车里冷，没有柴暖。没有柴暖。
哎呀，现在要把这根线穿进去。这是前两天在这打了一个孔，从这个孔要穿上去还是挺难的呀。能看见吗？看不见呀。哎，终于找到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太棒了。哎呀，太棒了。线穿出来了，然后这有一个保险，要把这个保险给它接上。先在这儿扎一下，然后应该要从这个洞出去，穿到副驾驶。但是现在九妹这车副驾驶门子打不开，等门子修好了，再把这根线给它穿过去。啊，空间太小了，都出汗了。少奶奶睡着了，少奶奶。现在要把这个线接起来。哎呦我去！主副电瓶没有主电瓶，啊不是没有副电瓶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大功告成了啊！应该这边再安个隔离器是更好的，但是没有啊，现在就是这种简单的安装吧，也够用了。少奶奶，起床了，走了。大少奶奶，起床了，走了。修门子去吧。嗯，真的好了。啊。这死孩子，人在那干活，在那睡觉，王八蛋。